给到郑建超，依然是同样的战术，但是这次掩护不太成功，犯规，造成犯规。好球好球好球，大总大总，郑建超，官府一样的战术。哎呦，这个球、easy three point。郑建超这场表现的十分抢眼，12-9，带领 J Team 领先三分。第一个走上线下线。篮子球全力去。违例违例，黄队违例啊！必须在圈里。要注意啊，双脚都要在圈内。球给我。慢一点，没事，别着急。罚一个，罚一个。对，罚一个，罚一个，罚一个。我们一开始不太顺，碰到过很多次了，这种不利的局面。就是当时特别担心，因为浩哲当时状态特别差，而且浩哲还是持球人。当持球人状态特别差的时候，这个整个的队伍就很容易去跟着一块乱。钟显超依然是掩护，换防之后继续换防，面对大东找到内线机会，冯汉普的高度犯规，七号两防，一罚命中，两罚全中。那龙骑士这边犯规次数已经达到5次。唐日辉给了杨浩哲3分出手，没能命中，依然是方汉普给到钟显超。没事没事，龙骑士的犯规次数一到，所以这一次应该是2次罚球。因为对方上来状态还是比较好，我们可能2次防守没成功，大家心态也起了一些变化，有一些急，因为怕输，可能就是因为这一点，然后进攻也受到了一些阻碍。裁判，龙骑士请求换人。没事，别着急，咱能赢，别着急。大东给到外线，黄子恒交到唐日辉，面对孙晨俊找掩护，这球没有传，自己投，有点可惜。郑建超在左侧底线给到胡顶，哎，这个球没能点进去，机会还有，黄子恒很灵活啊，但是这个球传的给对手机会啊，这个是唐日辉。冷静一下，重新打理一下思绪，高档的配合，黄队强，很聪明啊，很聪明，没有关系，黄队强拉开，哎，黄志恒大东拉开，各位不要心急，12秒一到，这么快吗？我觉得我们得喊喊防守了，龙骑士，龙骑士，龙骑士，哦，一个假传真上篮啊，十分的灵活。大东直接要，唐日辉给到内线，大东协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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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人牵制3人，哎，你们真的以为雷神这名字是随便取取的吗？这么硬的，这么硬的吗？真的篮下就硬是那种，我本来是想包夹的，没想到他居然还能硬上，还能硬进，有点那个不太相信。还是来自钟显超，换人换人，小黄，龙骑士请求换人。哎，看来钟显超得到 Jeremy 的真传了啊！
杨浩哲，给到大东，交还给杨浩哲三分的机会，还是没能命中。高强度的防守，掩护犯规啊！十三号，十三，飞人。掩护犯规是指在掩护时，掩护队员应该在身体静止不动的情况下进行掩护，在掩护完成后再进行下一步动作。如果掩护队员在掩护的一瞬间进行了移动，或者是用身体硬核的部位去强行移动对方球员，就会被吹罚掩护犯规的。明白没？拜拜。比赛继续，杨浩哲示意拉开，然后叫掩护，底线速度非常快，空位的机会，哎，这球自己传了，漂亮，大东。换了呢，这大东现在打冯汉姆是一个强点，我们只剩下一个强点，这条强点。大东现在心态好，比原来很远的时候好多了。还有四分二十秒，孙晨俊，冯汉姆一直要求，但是没能给到他机会。哎呦！关键的时候他就杀进去，然后一个人就是隔着一两个人，然后去上篮。他今天表现我觉得是我们今天所有比赛里面表现最好的球员。哇、哦、两个拼比制空的球员啊，这中远超他杨浩哲防不住中远超。给这场比赛有点意思了，二十分了。好的，两分命中。谁还在喷大东？有时候也不看手机了，因为基本上很多人都在说大东打得好菜，觉得大东就是搞笑的，对吧？那看了吧，下场给 J Team 支持对抗 ，J Team 等着吧。好，比赛继续 ，J Team。黄汉普选择跳投，防队球，漂亮漂亮，杨浩哲再倒第二次，再倒第二次，但是这次自己出手，哎，三分一直在尝试，一直没能命中。黄队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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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碰出去的黄队球，浩哲。手感没来，先往里打，输着分呢。往里打，哎，他要再投一个，你给我坏了。干嘛呢他？因为在我的球队里，我想让队员自由发挥，可以去自由出手。但是应该是在手感好的时候，或者说，更合理的情况下去敢投篮，多投篮。这个时候就是，我们内线有优势，通过挡拆配合，多投一些有机会更好的球，我觉得会更好。给到大东，接他去，接他去，接他。面对冯汉普，两个人的包夹传出来，但是没能把握住机会，内线的机会，杨浩哲两分命中，漂亮。唐日辉的表现就是说一点一点的，就是打得比较扎实，给队友创造机会，对他打得非常好。好球，大东。用掉最后一次暂停的机会，别急啊，不要急。还打东？啊？我不是看大东刚刚。发好子源，发好源，发好源，打成功继续打，打成功继续打。刚才那个战术，不要变，不要着急投中篮，不是好的机会，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，一样的。现在是这样，现在你是这个组的强点，然后主要是打到你呢，然后他肯定夹你，所以你就站你那个中投点接应他。大东一传出来，你可以中投，可以传，你就放着往里放。往里赶，第一个进攻是穿过，第二个是起过，往里放。目前还有三分三十九秒 ，J Team 20-17领先三分。